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和咱搁一届做伙来分享上帝话。咱今日要做伙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的第十节经文，安尼讲：兄弟啊，当我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恁，议论拢着相同，恁中间无得有分党，就是着一心一意，大家相契合。哥林多的批信是保罗写予伊亲自建立的哥林多教会的一张的批信。这间的教会是保罗伊伫第二届的布道的旅行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。保罗捌伫迄个所在待一年外的时间，后来因为有其他的同工通接续伊的工作，也通予保罗会通继续伊布道旅行的这个行程。保罗通讲对这间教会付出真济的心力，也对这间教会有真大的期待。不过哥林多教会确实有侪侪问题，地教予保罗感觉非常的失望甲伤心。保罗以通过批信来劝勉甲教导因。保罗伫批信的一开始就真直接来提出哥林多教会因的问题，就是分党结派。无法度成做一个合一的团体，保罗劝勉因教会成做一个信仰的群体，无应该亲像一般的团体共款，成员彼此之间存在着纷争。保罗认为，当教会内底若是失去迄款三合三合的心的时，那呢像是嘛失去向外来做见证的困难。咱若是再继续往下面的经文来看，看第十二节，咱就会看到哥林多教会因分党的情形。有人讲我是属保罗，有人讲我是属阿波罗，有人讲我是属基法，也有人讲我是属基督。无同的小团体，咱亲像拢认为家己所领受的真理是上界完整、上界正确的，所以地教彼此三支无法度来合一。我想这款的问题，犹原伫今日的教会内底不断地发生，人往往常在会过度来高估家己的经验甲想法，所以地教无法度去接纳别人和咱的无同款，造成纷争甚至是分裂。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要有这款的认识。虽然每一个人的背景、每一个人的身份拢无同款。但是咱拢是上帝所拣选、上帝所听的儿子，咱伫主的内面拢是一家人，拢是兄弟姊妹。咱应该着按努力来过迄款彼此三合的生活，那呢才会当为着主来做美好的见证。